跳脚，哇！通白真真袂笑。通白因嘴咧讲，是咧讲，迄个对中国甲美国应该保持等距的，阮距离爱用同款。其实因内心毋是安尼，因内心就是希望台湾是联合中国去对抗美国甲日本，这是因的内心咧思考的。但是即摆呢？在台湾人个另外一个角度无共款，因为台湾人咧即款咧普遍认为讲台湾都是一个国家，唔是中国的一部分。中国直直讲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要甲台湾并吞去。当然台湾人唔肯，台湾人唔肯咧。啊，台湾人你若唔肯，你家己讲要用国防武力，你阁无靠个亏啦。但是那照讲呢，迄阵啊，中国共产党咧约这个中国国民党咧，约个中国国民党来台湾才灭掉。啊，迄阵第四舰队伫台湾海峡端炸起来，那是用伊这個中国共产党的武力，本来就赢过中国国民党，赢过真济。而且这几十年来，中国共产党发展的速度非常紧。如果呢，台湾要直接用武力甲中国共产党去对抗，其实实力无够。但是实力无够呢，迄阵中国共产党呢，都直直要甲伊只中国国民党个消灭啦，啊，去互美国冻着。啊，但是尾啊，美国和台湾签这个中美协防条约嘛失效去啊，因为美国甲中国建交，这个时间。照讲是中国，若要甲摕台湾摕掉去，应该是无讲啥大大困难，但是一直拢无摕去，啥物原因？国际关系，所以这点是不只重要。你讲还袂比拳头无？啊，你可能比袂赢，但是你有捡过来朋友，啊，你拳头无较细粒，你嘛不袂去伊欺负去。所以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观念。所以站在这个台湾人的思考，跟这个通派无关系。因为通派的思考，伊讲你和中国联合起来，是因希望和中国联合起来，啊去对抗美国跟日本。但伊嘴讲的讲保持等级，伊头咧保持等级。但是呢？本来你若讲要和中国保持一个好的关系，这根本嘛是会使，这不是讲袂使，当然会使。但是问题讲你台湾对中国较好，中国会对你好的回应无？无，伊赶快要甲你消灭，赶快要甲你并吞。所以台湾对中国好，迄是无意义的代志。像以前。迄、那个中国人发生这个天灾，以前台湾救济真济哦，摕真济钱过。伊摕钱过，敢无甲你感谢？无啊，同款用这飞弹标准你，和日本完全无同款。日本呢，伊这发生这个震灾、这地动，引起这海啸，结果呢？台湾迄个该救济提供的关键词，比世界第一名。这基本永远拢在甲你感谢，包括含风光都甲你感谢。咱有一个乒乓的选手呢，啊，带日本人，啊，伊这日本人迄阵是国家队入去风光了，啊，风光内底嘛是甲伊讲讲啊，叫伊甲伊转达。转达林先生讲是感谢台湾，因一世界拢咧感谢台湾啦。我有一个伫阿根廷遐咧，啊伫机场撞到一个日本团，啊，阮有一对朋友咧，啊，伊作成日本人，啊，是阿根，伊这个日本人，听说讲是因变的日本人，所以用日本话甲伊问讲，啊，你日本人啊？啊，拄啊，我这个朋友咧，伊日本话是足通的。伊是伫住伫美国，啊，但是伊日本的讲啊比英语佫较好，因为伊伫日本的银行上班，所以伊用标准的日语来回答。
回到讲，阮是台湾人，听着台湾人规团呢，来甲阮敬礼啊，讲感谢台湾。像这个国家，你对伊好，当然伊真好的回报。中国发生这个天灾，台湾个救灾呢，一定都是用飞弹来瞄准台湾。这我总搞朋友，因为你可能有一条路，伊面对付你啊，就是讲你导航，啊做中国个一部分，但是这件台湾人唔听，所以台湾人要安怎做？这用脚头想就知影嘛。台湾的主流民意认为讲，台湾是一个国家，不是别个国家的一部分。啊，那安尼，中国讲台湾一定就是伊的一部分。啊，伊这样讲会放你耍，安尼根本就无交集。所以这种经营呢，变成这个台湾，依赖国际关系啊，尤其是美国跟日本。所以为了保护台湾，要建立好的这国际关系。如果中国这么，这个和美国因发生巨大冲突，所以美国呢，因这样这个经营，煞和台湾真亲近，和台湾真亲近呢，所以这个经营，这个通牌伊就吃不消，就开始咧骂，伊讲美国。只不过跟你台湾做一个马前卒，伊袂帮你个忙，啊袂帮你个忙呢？迄、那个中国那个美国冲突，啊伊成本上低，就甲台湾拍落来，对无？这是只通牌来讲啊。尤其台湾遮，你若有独派来接近，啊独派接近呢，中国那个较有可能拍台湾。这是通牌，拢来宣传。所以通牌的人，就用中国的武力来咧恐吓台湾人，但这是恐吓未过啦。所以因以前是迄、那个，因为讲安尼用这个恐吓的安尼吼，也是用这个扣帽子。因以前因为讲有效果，其实这根本就无效果。较早是蒋介石统治的时代呢。迄阵啊，伊拢甲台湾人宣传，宣传讲这台独的人作歹，咧出卖台湾。啊，嘛宣传讲啊，蒋委要搁较歹，蒋委长拢青面獠牙，迄根本含拢无人性，拢甲台湾灌输这个思想，就是这蒋委非常歹，台独混作歹，混作歹。但是问题迄阵啊，有一股势力。有一个势力呢，伊就是中华势力。中华势力呢，至少我要求民主啊。你怎个先拢把这民主宪政挂在你的嘴里？啊，根本你都无必要是民主啊。中国中央政府完全无选举啊，要才是民主。所以，这人中华人士呢，就是咧推动这民主运动。推动民主运动呢？当然，中国国民党伊嘛作弊爽快，啊，但呢，就爱甲伊这个党外人士甲伊扣帽子，扣帽子讲伊这是危害着台湾，用这个教训。所以迄阵中国国民党呢，伊讲一句话，讲共匪、台独，啊，甲党外人士，伊是三合一敌人，伊是合作伙。其实这种真正来讲，这骗笑的。套我在独套，我可能甲伊这个蒋委合作伙。啊，东华人士套我可能甲蒋委合作伙，迄都无可能。但是东华人士有可能甲台独有啥物关联，这都有可能。但是绝对无可能讲去跟这中国有啥物关联。但是伊安尼个，迄阵啊做流行的，叫做三合一敌人啊。但是迄阵啊呢？这东华势力真正扑灭起来，扑灭起来呢，出起来因中国国民党呢，因咧时刻讲哦，这个教授足好啊，你是甲宣传宣传讲，哇，这个台独呢，甲这蒋委这是相当歹，这种危害着台湾，啊，佮人宣传讲，啊，伊这个
东莞军师甲台东甲姜维伊是同路人，安尼来，就甲这东莞军师就压过。因为迄阵东莞军师呢，伊无同得到伊这个台湾主流民意的支持，所以迄阵人呢，大家感觉讲，我东莞军师应该人山人海，大家都支持。对，虽然人客客客，但这对台湾来讲，台湾来讲是一个小部分的选民之一，多数我那是无接受这个东莞军师。可能少数人有接受，啊，有接受这人非常热心，出钱出力，有这个情形。所以以前用这个东莞，用这个三合一敌人，对硬把这个东莞军师压来。伊认为讲这个交手是非常好，其实错误。迄阵台湾人是安怎无支持东莞军师？就是迄阵中国国民党，伊把所有的消息都封锁。台湾人拢无人了解，所以讲迄阵你甲台湾人讲讲，伊这个迄、那个蒋匪，这样是全面了解，多数台湾人相信蒋匪是绝对非常歹，所以迄阵咧骂人骂人讲，啊你根本就是共匪，袂是讲共匪真歹。但是伫台湾人另外有一批靠叛逆性较悬的，我就是叛逆性真悬，我就是反中国国民党。我就怀疑啊！我是小学看到伊这伊个小学的课本，我中午因为只拢全面了解，我就怀疑我教遐拄好，偏偏伫中国遐啊，面上正常的人来台湾啊，到底伊个材料也是全面了解啊，这恶宣传，我拢无相信。伊嘛过来画一挂漫画，讲中国迄边呢用人咧拖咧。我以前小学生，我感觉讲，太有可能。伊也无听讲中国无饲牛啊，爱用人咧拖咧，啊牛是要创啥？啊叫伊边仔看哦。所以迄阵呢，因咧，这个中国国民党咧宣传讲这蒋匪偌歹，我拢无相信。我拢认为上歹的是中国国民党，啊，真正就对中国共产党。我真正认为讲，因绝对唔是真歹，但是什么原因才认为讲，比如认为讲中国共产党唔是真歹，你的消息都叫中国国民党封锁掉了，你什么代志都唔知，你无了解，所以你也只有听伊话去学骗你。所以讲迄阵呢，中国共产党迄边因发动这個文化大革命，啊。这个中国国民党个宣传咧，讲哦，因这哦，共匪那边的人咧，啊，人性拢真歹，拢扭曲的。这文化大革命的事，就是讲囝会害老爸，老母会害囝呢，拢宣传这，啊，我拢无相信。啊，讲啊，迄是中国国民党恶宣传，这地球上歹，就是中国国民党。但是尾啊，真正文化大革命。中国国民党咧宣传是真诶，不也伫迄个美国在迄个在台协会内底咧，有一个处长，因太太咧是迄个混血儿，因太太就是讲美国人啊，娶中国人生的囝，但是伊面上啊看是拢迄个美国人诶，迄个面上啊。因太太这样子来讲讲，真正因老母是中国人嘛，为了要保护家己，伊甲保保因祖囝的这个母囝的歹话，伊若保了，别说讲对这个中国共产党真忠心，伊就袂去互别害，为伊就保护伊家己，他们家己的查囝在咧害，到尾啊，文化大革命这是真诶，但因无了解。迄阵什么消息都唔知道，所以迄阵你若要讲了解伊这个迄个世界的情形，也是讲包括伫台湾，台湾内底发生的代志你都唔知道。迄个你会当订这个伫美国遐订这个迄个《时代》杂志，美国遐，
本来你想要用电啊，电电讲会当得到消息，有一半边啊啊消息内底呢，迄个时代杂志内底电的呢，啊，无去用你啊调去，啊，你有看到有这个机会，但是大部分伊拢来就先来检查，检查有伊来加掉，啊那无，有些规本拢来收伊，所以迄阵啊呢，这独裁政权是非常独裁。你对外国订这杂志寄来，伊个都会当个收掉，伊消息无你知。所以阵多数台湾人唔知影真正个消息，啊，叫中国国民党骗你，唔是伊咧讲个三合一敌人是做好，唔是这回事。所以我讲这话，因今仔不过用这个部署，因是讲，哇，伊个讲台独，啊，中国就会拍过来，啊，这样。台湾者，伊在咧执政的，那是另一人。另外，这个台独，台湾人争着，选票就袂支持。因只要阁想咧，想过去以前，因宣传这三合一敌人，结果这东华因素，真正提高选票。伊用这个博说，其实伊这个博说呢，根本无效。利用中国来恐吓这个台湾人。本身台湾人对你的反感，唔茫忘记，中国国民党太输个讲一个帮盘，一个要关店的民进党伫叫后面选举，差不多会当关店啊。告你讲，伊讲，中国国民党和民进党拍甲鬼样帮去，原因呢，伊就是怕中国败，以前怕中国败有效。现在拍中国牌负面的，所以说他现在又用这个交顺呢，啊，是说，哦，蔡英文是台独，哦，啊，以前又另外强调说，哦，这中美他们里面呢有发生这个冲突，啊，如果发生冲突呢，那个中国第一步就要打台湾，啊，而且打台湾呢，尤其台湾这些领导人，如果是告诉台独，他又更害怕。对对，和以前的宣传三合一敌人同款的手段，同款的手腕。所以这个经营呢，啊，伊就是要宣传讲，蒋渭怕台独，啊，台独，民进党这边就是台独，所以才造成伊这个通牌，包括这个手段呢，啊，通牌一个代表人物就是赵少康。赵少康是标准的通牌媒体人，所以赵少康呢，伊伫伊这个电视节目内底，伊有一天，伊就采访这个谭文茜，谭文茜是迄、那个咱下面朋友唔知道，可能听无，就是陈文茜啦吼，陈文茜咧代伊谭文茜。伊这第第二这个电视节目，伊采访谭文茜，伊目的就是要谭文茜来点这个蔡英文。所以讲呢，伊赵少康就强调一件代志，就强调一件代志讲，虽然蔡英文伊唔捌主张过台独，但是伊是正牌的台独人士。哦啊，意思伊若讲安尼，就讲哦，啊那恁台湾人。我叫伊做总统呢，啊，中国会拍过来，就是要攻击的意思。但是迄天呢，谭文茜伊完全无照赵少康诶，这个医生来演出，拢无。伊讲的和赵少康竟然拢无共款。谭文茜伊并无认为讲这个蔡英文就是这个独派人。所以谭文茜呢，伊就说明，讲蔡英文是一个无方向的人，唔无迄个固定方向，讲要做啥物代志，伊无。蔡英文呢，无论伊伫啥物位置、啥物时阵，伊拢会竞争对象为有利的这个迄、那个方向来做。其实呢，伊意思就是讲，伊这个蔡英文。是这投机分子，伊是安尼讲的意思。
但是陈文健呢，伊咧讲出英文呢，其实伊安怎讲，伊真歹去影响着电影的人。原因呢，陈文健伊本身是民进党出身，尾啊因为其他的因素，所以反民进党反感不只啊厉害，所以我过含这通派人去站社会。但是赵少康伊调工在采访这陈文健。伊个目标就是要陈文健呢，好好啊，甲修理出英文啦。虽然呢，陈文健呢，伊并无按照这个赵少康何伊这剧本来演，无照安尼来。伊讲出英文的这个个性，唔是讲伊有一个目标要做啥物代志。伊当时拢会选择讲对象有利的来做。对于上有利来说呢，伊讲伊包括读大学，人读大学呢，有个人迄阵啊有理想性的人，啊，伊会参加这学生运动。但是以前伊参加是学生运动，甲即马参加学生运动无共款哦。即马的学生运动，伊就有可能是为着。伊这个信用为了固定的目标，但是嘛，有可能将个将个政治主犯，这以前无同款。以前你从事学生运动，敢那有歹处无好处，因为所有政治主犯拢掌握伫中国国民党的手中。你若是反对中国国民党，你敢那讲主犯，你完永远拢无，即款无同款。只要你主张台独，更加主张台独得到好处啊！甚至有人跟他讲，催化台独会化个赚大钱的，有啊！所以即马的学生运动，按怎讲呢？就即马有资源，有可能你无得袂到，啊，有可能得得到。以前的学生运动是敢那是一个理想，有一个方向，对的方向在走，你绝对拢无好处。是尾啊，民进党执政了，开始早期学生运动，开始呢有人得到好处，啊，以前绝对拢无人得到好处。所以讲，这样的学生运动，陈文健伊就讲，蔡英文绝对别参加，你个 pass 伊都不可能参加这学生运动。早期的学生运动，当然是讲有一个理想性，啊，绝对吃亏，无一个键盘。所以你也用工资创业文他大家是让他准备要出国去，他出国去到他这个美国家，可能他在走路不顺，他就再换一个方向，他去英国，啊，反正他爸他的爸米可能无，啊，如果他钱是很多，所以他利用他这个家庭的背景啊，会当行在出国去受教育，这种路线。伊讲这个蔡英文的特色，伊当然，感觉讲伊会当做的，就是伊教书。啊，教书内底，过来会当合这个律师，接这个律师的业务。所以伊咧选择，我咧选择讲，伊上好的一条路，因为伊别条路不可能行。伊倒来无可能讲，哇！迄阵开始呢，有这迄落民进党已经出来啊，啊，无来参加这个民进党来参加民进党运动，都无可能，伊袂安尼说。会啊，迄落我这个迄落李典伟李总统，我李总统伊当然即嘛是伊上好一条路，唔通袂记李总统迄阵也是伊是做总统呢。伊掌握着国家的资源呢，嘛是选伊上好一条路。所以陈文健就讲，伊嘛是永远迄个讲，哎，行李总统的路线是上好一条路。不然阿扁也执政，给咱都行民进党的路线，嘛是也当行伊上好一条路。迄阵李总统呢，已经是下野。所以陈文健伊咧形容，伊咧形容即个蔡英文讲。你今天若早起民进党，伊在伫国外起来后，伊在回来的时间，
伊有可能参加民进党无？你个公司嘛无可能。其实呢，伊迄阵啊，伊就来参加做民进党的官员的时，也阁属于中国国民党个党员。伊是要参加和提拔要做民进党个部分个职位，才加入民进党，才放弃中国国民党这个党籍。出国伫陈文健伊咧形容讲蔡英文啊，伊永远是选伊最上有利的一条路。伊拢无可能讲伊有一个固定的方向，无啥物目标啊，伊就有可能牺牲着家己的前途，伊袂做这种代志。所以拄拄伊投胎投掉，伊有一个足有钱的老爸，有一个关系足好的老爸。啊，伊个运气嘛真好，比如我即个李登辉落选嘛，我会着。尾下下当去，我伫边即当我落选，拢我会着。所以讲伫即个陈文健内底呢，自头到尾拢无承认讲蔡英文是一个台独运动者。啊，所以讲即就是讲，即听是当然袂爽快。我请你来。就是要甲伊这个迄个蔡英文，你甲换作台独运动者，啊，通啊变，互选民来抵制伊。其实台湾，你若台独运动者，选民会当支持你，袂抵制你，下着主流民意的意思，但是伊无了解，伊拢想要个像以前三合一的敌人这种时代，我化解，我你是台独啊，你的迄个前途都无去啊，这是苹果自我。但是不也，陈文健佮讲这个蔡英文这件代志，哦，或者赵少讲站袂住，煞要跳起来。陈文健安怎讲啊？讲你既然知影讲蔡英文的人的个性，永远拢选伊顾伊家己，伊有利这条路伊就行。但是伊今仔是咱伫台湾这个总统，伊的命运。甲台湾的苗已经结做伙，总统一定是甲伊这个国家的苗去结做伙。伊人因物拢是考虑伊家己的好处，所以甲台湾的苗结做伙，所以伊就要思考的，无咱台湾的好处，就是讲伊下要行路线，伊有台湾是上好的一条路线，因为这是伊的路线，伊甲台湾的苗结做伙。我即句话赵少康都要跳起来。我叫你来开这个迄个蔡英文，啊！你煞讲伊的经验对台湾上好一条路行，所以这台湾去咧形容这个蔡英文。其实呢，迄、那个照这陈文健咧讲啦，蔡英文的一生一路行来，都是经验上条上好一条路，而且佫真硬朗。能够伊要爱拢爱会到，当然伊厝有钱，因老爸关系嘛真好，这嘛是重要因素。但是今日民进党唔是因为蔡英文自头到尾拢无参加过任何政治运动，是拢干咱选伊上有利一条路行啊，所以讲造成今日蔡英文这个情形，其实原因唔是安尼，今日佮别人来接。嘛，我那是像其他个蔡英文的路线同款，什么原因？因为以前呢，这个伫台湾家呢，这个伫这个东华金属甲民进党建党的初期，因有一个固定的目标，迄阵无资源，人若无资源就有理想，人有资源。资源来，你就开始要抢这个资源。迄阵完全无资源，但是台湾和外来的政权是民通敌，就是台湾人甲中国人完全无平等。迄阵东华金属因足积极个，因就是要救台湾，无爱和台湾啊，这个扮演伊这个，无爱和台湾扮演讲做这个迄落。人的是民通敌，迄阵也是一个真重要的目标，所以迄阵有理想性。
就是讲你这东华因素，也这个东华运动，伊就赶紧要搞这个台湾，要摆脱这个那个殖民统治，包括这独裁统治，迄阵有固定目标。但是不然呢，民进党是愈来愈大位，台湾的政治嘛民主化，政治民主化呢，就含以前的东华因素无同款。以前是算一个革命团体，革命团体就是讲啊，这伊啰有一个固定的目标，你甲台湾，你甲带得对。而且革命团体呢，拢要有一个特色，就是讲你少数人要去领导多数人，要完成一个目标。但是政治民主化了呢，这殖民统治嘛，终结嘛无啊，嘛无独裁统治。所以这个目标一下转过去，他们以前的革命团队讲，哎，我要这推翻这外来政权的殖民统治，啊，这个台湾人都已经含任何什么人拢同款，拢平等参政，都已经不是殖民统治。这个目标一个消失去，还过一个因素。以前东华因素的时呢，是完全拢无资源的，人若无资源，真正就是靠这个信用。不要有资源，民进党不要大卖起来。尤其2000年以后，哇，就是一党执政的政党，一党去抢到这政治资源的政党，开始大家在抢选票，抢了建立政治本土，了就是分政治资源。甲国民党是形式同款，是这利益的共同体。这利益共同体呢，所以今天去蔡英文伊咧经营的，经营这利益共同体，你别人起来嘛是利益共同体。原因你原来这个革命团体有一个目标，啊，变推翻掉这殖民统治，这个目标无去啊，而且背后并有资源，足资源也变讲一个民主政党，民主政党本来就是抢选票。建立政治本土，本政治资源，这作实上。所以这种经营呢，迄、那个唔是蔡英文领导才好，民进党行这个路线，什么人领导拢同款，拢会行到这个路线。所以今仔民进党的人，我来大概画画来读画啥，一写会该画真济，画画的思考。伊咧建建工，嗯，我安怎做才有利？我的资源过会掉，我的管理过会掉。因只要在思考，这是一个重点。所以讲，这无啥物事啊，这一定发生的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我是陈慕雄。